这一份给妈妈，这一份给弟弟，这一份。第一次赚钱吧，当年我也是这么纠结过，最后还是手一挥，兄弟们吃好的去。吃什么不记得了，就记得那天我们大家吃得很开心。第一次嘛，赚多少不要紧，我们看的是以后的好日子。6月25日，我第一次直播，一起聊聊我们的第一次。第一次一个人在外面，千万别委屈了自个儿哈。放心吧，妈，俺这边天天吃大餐呢，先不说了哈。老乡，想家了呗？一个人在外头难呐。我记得我7岁的时候跟着师傅，边哭边练，发烧病了还得练，我都忍着，都不敢告诉家里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能扛事，也是第一次不小看自己。6月25日，我第一次直播，一起聊聊我们第一次。哎，小伙子，没事吧？第一次，太着急了。第一次受伤，别着急，伤口会好的。你看我拍了60年的打戏，浑身上下大大小小多少伤啊，现在没事了，有的都是小事。敢拼的人啊，眼睛里边哪有伤口啊，都是故事。6月25号，我的第一次直播，一起聊聊我们的第一次，我们一起跟那些不开心的说再见。